谁有绝活你拿来，就得像那个啥似的。谁愿意的谁拿。哎，对对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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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哈，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就正式开始。首先呢，非常感谢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能够光临我们今天嘉华春晚的这个新闻发布会。这时间过得也真是非常的快哈，转眼这2008年的春节呢已经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每当这个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啊，岁末年初啊，我们整个华人社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各种活动啊或者晚会也是丰富多彩。那么我们就是可能也是应着大家的这种需求吧，我们这个加拿大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剧组筹备委员会呢于前两天呢已经正式的成立了啊。那么今天呢就在这里呢举行一个简短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整个晚会的构思想法以及这个组成的这个班子。去年呢这个唐伟珍先生哈和湖南同乡会共同主办的这个属于唐伟珍的这个财富俱乐部啊和这个湖南同乡会共同主办的这个晚会呢，让大家至今想起都记忆犹新哈，觉得那场晚会特别的出色啊，特别的好，整个的这个节目呢表演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所以呢唐先生今年还是有意把这个春晚呢想给他做大，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包括名字包括演员的阵容包括我们整体的一些想法和机制从这个舞台的这个策划节目的策划，还有这个到后边我们怎么样去海选节目，还有什么样一个主办方的一个竞标的一个机制哈，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介绍，我想大家手里都有资料可以详细的去了解。那所以说今年这个春晚呢应该说是无论从演员的阵容来讲，还是参与的这个媒体来说，还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level 呢都会上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我想这个晚会呢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所以呢现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晚会一些领导班的组成人员都有谁，我就说。